好像是最近好像玩得很随意很放纵，但是他不是不努力的人，他比基地所有人都努力，或者他自己人出了问题，所以说一直游戏里都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。有时候不一定是他游戏里面还能做到什么，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是要帮他们去卸一卸他们。我以前是职业选手，我也有过这种状态。你要做到的东西是你要就是个字，不破不立。打比赛你不会一点，你上去打这个比赛是干嘛的？你是为了展现自己的，你不是为了给队友做铺垫做陪衬的，你是一个 carry。 我上场你像我就有那种我会上去死了然后这种画饼，而且也很多。这场今天这个打下来也不是说我有多稳，这就是我游戏内容没打好。对，我觉得你完全没有享受游戏，你就是为了玩游戏而玩游戏，你没感觉出来吗？你完全不享受游戏啊！我的感受特别明显啊，你就是每天在在乎那个分，那个分根本不重要。这个版本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爽，但是我感觉你玩的太压抑了。就这个版本，我觉得你中间压的很爽。我们刚刚都聊完了，对吧？你们训练态度也没问题，你们心态也没问题，那就是我们游戏里面的问题，就三个问题解决完。我觉得你们的游戏内容就会打得开心一点，你们就会享受比赛。我们他天天被别人虐，我们怎么开心？我跟你说，也要开心游戏，也开心不起来。我们只要好好把游戏内容解决完了之后，好了，你们天天在这杀人了，你们天天领先别人一个大件了，你们才会玩得爽，你们才会享受游戏 ，OK 吗？行。今天刚讲的是奖励，如果有这里今天晚上要做酱肉面，然后吃个饭，回酒店去帮。你们那我们这次话说来也是绝对压下来。你觉得你们要在这个情况下，我这里是靠一些想学还想上，你们厉害一些，我厉害一些，他在那边把，然后你在那边。